就爆出周迅将加盟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出演女主角。昨天又有媒体称，该剧男主角我爷爷于占鳌将由青年演员朱亚文出演。朱亚文2008年因主演电视剧《闯关东》一炮而红，其代表作有《正阳门下》《高粱红了》《情系北大荒》等。这个消息是我属实呢？属实，就前两天定下来。选中朱亚文的原因是什么呀？选中他的原因可能还是他的外形啊、气质啊，比较符合这个人物的形象吧。形象啊，我们也是通过了3次试镜，最后导演定的他。如今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确定男女主角由朱亚文与周迅出演。不过细心的观众也发现，1984年出生的朱亚文较1974年出生的周迅整整小10岁。试想当初出演电影版《红高粱》时，巩俐年仅22岁，如今周迅已经39岁，不知这样的演员阵容观众能接受吗？因为我们这部剧的角色出场的时候，九儿是19岁，于占鳌是20岁，所以他要表现一种生命力，那么这个年龄他们俩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。